我是 KANUE， 现在5点多了，我们现在实在要小声一点。我们现在来玩假面骑士龙骑，就是之前说很快要上映的，可是因为删掉原因是我用重来的，就跟那个 V 睡的一样。开始。这样子差不多。好，好，还是这种设定都没有变。其实感觉这样的声音还好哎，不过说真的啊，说的这个骑士真的是很熟悉的印象。我从幼稚园就开始看这个骑士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重复看，看了大概好几年了。大概一次或3天就可以看完全集。对了，我们的 OP 不是这个的主题曲的恶搞吗？嘿嘿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？嘿嘿嘿。好嘞，我们来玩剧情模式。好像王小明啊，这时候王小明还没出现。进化吧，和正在实施新的假面骑士诞生了，取名为假面骑士龙骑。这是给你的一把武器剑，你可以利用它来打倒怪了。赢了，我赢了。这是大炮卡，你可以用它来爆轰敌人。引擎键，特特特，小赖轰炸，小赖轰炸，特小赖升天。我又赢了，我呼了。这是超级的牌，专门用来放烧子弹类的工具，上吧。老詹又来了。哼哼哼哼。
运，使用引擎键来对付。运，没用，大龙炮。这，盾牌。死定了！可恶，怎么换成机器人？哇！这种攻击都没用的，你是小训训。骑士踢，我要红了，还不错嘛。这是必杀技排技，只要你用它，就可以马上补。我要来了！普通面膜，吐，小赖面膜，防护面膜，必杀面膜。不是天！哇！我再次胡了。哦好，这些卡片都有，是的，你可以去打败王蛇了。最后一站，吐！你这小训训，趴在地上，感受泥土滋味，想都别想！大龙炮，再轰一次！神拳，哼，红龙攻击，小赖面膜必杀技，最终面膜，啊不对，我说必杀面膜，好，不许看，我要红了，最后一次红了。很好，我厉害了，谢谢你保护这世界。现在你可以去打到更新的敌人了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